链上生活节是想要讨论区块链进入生活这样角度的活动。对于您来说，区块链加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现在全球社会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经济部门、社会部门、治理部门中间有着各种各样的疑虑，想要达到互信，也就是过程要透明，事后要说到做到，给出交代，这个讲起来很容易，但是却是目前几乎所有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挑战。可以说，信任才是目前最稀缺的一个资源。那区块链的技术当然不是生活里所有信任问题的解方，但是它可以在我们提出新的系统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新的想象，而且甚至在落实的时候也可以起到一个分散式资料库的作用。我们在落实的过程里面，让更多资源比较没有那么充分的朋友们就可以很快地取得一定程度的公众信任。以 Smart City 智慧城市来说，区块链将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区块链或者说分散式的账本，这个技术在智慧城市之后也成为另外一股席卷全世界的潮词。不过在潮词后面，我想当然有很重要的新的发明。简单来说，运用这个分散式同步运算的概念，我们可以在大家事前都讲好的机制，就是 mechanism， 就是共识的演算法底下，让大家对彼此给出交代。在运用这个原则，我们可以设计出 smart city。在这样的 city 里面，我们的每一位公民才能够成为 citizen developers， 一起来开发出新的治理模式，成为真正的 smart citizens。区块链对于台湾乃至世界的自由民主会是相辅相成的吗？我想现在绝大部分的区块链都是基于开源，就是 open source 这样子的精神。这个精神让整个社群都能够共同来决定一个技术的走向。如果技术的发展不如你意，你随时可以把它分支 fork 到一个新的方向，像平方投票法、共有自评税这些新的概念都是这样子创新引进的。所以接下来如果两边的想法彼此互相匹配，随时 fork 之后又可以 merge 回来，也就是合并在一起，这个跟台湾长期公民科技社群的茁壮，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合拍的。您有没有什么话想告诉参与链上生活节的朋友？这次的活动结合了艺文创作、论坛、市集、问答，可以看到各个大大小小的社群力量都能共襄盛举，也和国际最新的发展互相接轨。所以我想祝活动可以顺利成功，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满载而归。